了，怎么样？大哥走，这不能留。不行，咱们一块走，对吧？你走，我留下。祝你好运，啊！我到海州了，正在监视他们的演习。他们的阵地有防务，还有全歼部，他们有高度的重视。鉴于在未来，咱们和中国防空力量打交道，你们难得的观察和分析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明白吗？我明白。他怎么样了？还在恢复。不管怎么样。我希望都能好起来。我还是一个重感情的人。是。